家期待的迷你楼梯车挑战来了。这次跟着你们的配方做，第一个配色来自月月小岛。我的粉丝呢？不过最后还不错哎。接着出第二个，哇，这些都是我喜欢的颜色。哇塞，这也太好看了吧！看看第三个会是什么？黄色加绿色，好穿鞋的颜色啊！就是这两个色比较容易混到一起。第四个，粉加蓝，为了和第一个有些区别，我换了一种蓝色。第五个，好多颜色啊，我没有星空蓝，就用天蓝色代替吧。哎，这个配色很好看哎，还有梵高向日葵的感觉。第六个，黑加黄，时代少年团的颜色，喜欢他们的快来集合喽。这个效果你们还满意吗？第七个，紫色和蓝色，我发现好多人都喜欢蓝色哎。第八个啦，哈哈，又是蓝色，这次换一种蓝。好啦，接着是你们的投票时间喽。还剩两个，下次告诉你们我们会做什么颜色，敬请期待。